贴到现场。早上好，一天的好心情从杰伦的问候开始，所以每天都很开心。最近要出专辑了，然后很开心，希望出的那一天我就可以一定要听到。对，这也是我近期才开始尝试的一个，比如说这场戏，我感觉这场戏什么样的音乐合适这场戏，我就会去听那样的音乐，我会在我的歌单里面找，想象一下现场的那种气氛啊，和这个歌的这个适配感，到现场走戏的时候就把耳机摘了，因为我脑袋里面已经有画面。这么感觉，赶紧去拿衣服，先换件手表。人间清醒，你每一本书都人间清醒。给观众看的，对对，观众开心，对，很开心。来，麻烦你们两位照顾一下我。我们随便转的，你们现在照顾一下我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转过来，给点脸。哎，照顾你，谁照顾？谁照顾？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慢慢动啊，有情感的动。来，抱起来了，抱起来，对，亲，抱起来，对，转，原地转一圈，对，转着转，都往东用，请往东用，都往东用，转一圈，一二三，打我去，啊，打，啊、我都不修，不修啥呀？影子，你修啥呀？不修，好了，涂个唇膏。涂个唇膏，干巴巴的，怎么玩？嗯，三二一放，慢，什么？最后是一个在窗帘上拍一个剪影，这样的去结束这场戏。哎，腰，慢下。可能还比较有经验吧，导演才是恋爱的高手。我们来的也真的非常的巧，就是直接拍到了吻戏。那就像那场吻戏来讲的话，我们三个人的想法会凝聚在一起。艺术创作的时候，大家都会挺投入的，都会大胆的会说出自己的想法。我觉得这个很好，就是大家都会不会说我有想法我不说，但大家都会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。整个创作的过程也比较的过瘾吧。全国的播主是排名第一的，真的要这么好吗？专四、专八都已经过了，哦，上元这么厉害吗？那其实如果上元这么厉害，其实不应该被他们这么鄙视的。鄙视的是你，完全是文官的专业。OK。大
上跟屁股搭在办公桌的边沿，人往下坐，低头看着上眼。要不然像吧。眼神温柔却有调侃之意。要勾勾手。要不要？哎呦，这一下不会接了。不要是什么鬼？单位不想留给他们，说你想。说的真巧。导演。没有了。哎呀，那可能真的就得。在地上。哦，在地上。其实就是得跌倒，就是得，哎呀，对，对，哎呀，是这样的，对对对，就是你一跌按到，然后就上，双腿全部打开了，然后就往下跌倒。行，现在抬头看台子，再抬头看台子，好，来，手抬高了，二一，开始，然后就下一场了是吧？那我们就要换机位，好，桂涛，然后我就让你提前给我换掉，桂涛老师应该，前辈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今天就当拜师一试哦。看着手机啊，然后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一回头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右手不拿了，手也不拿手机，就接个转头亲上去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接个转头亲一周试一下，开始你的表演。演出你自己啊。好吧，算了。这是在亲着的是吧？没有没有，这是对视的。这是。然后那个是亲的。亲的不表演了，你这个让导演来调吧。啊，不，带一下不会。还好有照片。你回头一亲。这样亲。这样亲啊？闭着眼睛，睁着眼睛呢？闭两圈啊，对对对，走吧，走的，开始，你再转快一点点，好，一下看起来没事，转一下。